个梧桐树就形成了一种视觉的框架。秋叶正婆娑，梧桐映旁。这条梧桐大道特别的美，是东南大学的一道风景线，是这个城市的风景线。现在这个落叶然后特别的好看，梧桐叶飘散的校园里面特别的美。我们家乡都没有这样的风景，校园里的梧桐叶就是每年都会非常的美。